叫我半夜大，我真的会叫你起床，你就不要大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早上起床。啊！自己身上现在还窄，我说你神仙，他就，哎呦我妈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人了吧？真的烦。干嘛呢？我帮姐姐。你神经病你啊！我说凉被了，自己身上会凉。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哦，你不要整这个不要好不好？真的是假的，好不好？你是，我不怕的。你太恶心了吧！Oh no! 打死！你们吵起来了！超级猛的踩住蟑螂，不要再动了，阿妈。还在讲呢，讲干，不知道怎么干。我的阿妈超级猛的踩住蟑螂。